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向日葵今天要去制作一个发型，大家快跟向日葵一起看一看吧。宝宝们先来选择一个公主艾米丽，先给她洗一下头发，打上泡沫，现在可以冲洗干净。公主的头发洗干净了，快用手巾将它擦干。接下来为公主洗一下脸，先把脸洗干净，用清水冲一下，打上洗面奶，把洗面奶冲下去，清洗的步骤完成了，做一个面膜清洁吧。把脸洗干净，用蒸汽机蒸一下自己的小脸。把脸上的小红点都清一下，上一点药膏，皮肤变好了，给眼睛抹上一下眼霜，去一下黑眼圈，接下来修一修眉毛，最后抹上一层保湿的面膜。两只眼睛贴上黄瓜片，抹完面膜之后可以稍等一段时间，用清水将面膜清洗干净。拍上爽肤水，还有润肤露，大家帮助公主清洗完脸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